这怎么还打呼了？这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酒妈妈。今天跟小米酒两个人出去溜达的，回来太累了，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睡了一觉，这会儿才睡醒，准备去做晚饭了。妈妈，你说的很好，拍视频，我奖励给你豆豆哦，谢谢你，我没有你说的好，妈妈都紧张呢，是不是？没事的。我们小米酒也睡醒了，那你过来在这儿玩吧，妈妈做晚饭好不好？妈妈，你说个谢谢的。哦，谢谢。你说灯棒。嗯，你真棒。说我灯棒还找到哪一个眼镜盒。哦，你真棒。米酒爸爸今天还是要加班，把这点排骨肚呢给他们吃。洗好了，先焯一下水。今天用这个颜值超高的电压力锅哦，它里面有配了两个锅。一个是这种不锈钢的，可以煲汤，还配了一个这种的，就是平时煮饭呀、煮粥，盖子也是可以拿下来的，这样方便清洗。焯好水的排骨，我就直接清冻了。大家有没有还需要炒一下的？再放点花椒，我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。好了，上锅，这个锁在这边，转一下就可以了。一边是微压模式，一边是压力模式，煲汤。30分钟，按一下这个，好了，开始工作了。它这边还有个排气功能，中途可以给它加菜。今天再炒个干煸豆角。妈妈，我也要带豆角，但是我们今天买的，是不是？你会吗？都要你会不会摘？都要摘。哦，给我摘成一段一段的哦。怎么摘呢？我来教你。一个。已经在排气了。你为什么不开灯啊？先没听的那个灯。家里有点玉米和这个山药，把玉米和山药放进去。我再来加个红枣，盖盖继续。看看我们小米酒，我这忙活做饭呢，他比我还忙。这给我造的。你看我床大不？这是你的床啊？分享的好吃。什么？分享的好吃。分享着真好吃啊，真开心。哦，分享着真开心。那再给我分享几颗呢？来，谢谢。我也吃。嗯，这个地面真的是不忍直视呀，还有在桌子上、沙发上，你爸回来肯定要说了。我在家是整天忙活，但是我的床，我都跟爸爸说我的床大不？太会玩了你。过会儿把它归回原位，给它快速泄气。汤看着还不错哦，出锅，开饭啦！今天这个排骨汤看着不错哦，这锅也速度挺快的。我的饭是不挺多的？还好啊。哎，你挺多的了已经。再多你就吃不完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爸爸，你帮我推一下吧。我给你拿着推。两个都，你先吃嘛。今天还蒸了一个鹅蛋，小米酒尝尝这个鹅蛋。用你的勺子吗？用你的那个勺子。用你自己勺子去挖。我们小米酒还是第一次吃鹅蛋呢。用手抓。你放低一点，烫吧。烫的拿不着手里，你还抢着吃。用手套拿吧。嗯，用手套也不行的。鹅蛋烫不烫？用你的勺子，用你自己勺子呢？我还没吃过呢。对呀、啊，你尝尝，好吃吗？还是以前那个鸡蛋的味道。哦，跟鸡蛋一个味道啊？嗯。都说孕后期要吃鹅蛋，那个排胎毒，然后还有喝那个玉米须的煮的水。是吗？嗯，所以我今天买了两个鹅蛋，结果还打碎了。是不是小米酒？太搞笑了，是。太搞笑了。像搞笑的小丑一样。他说我是小丑。谁是小丑啊？看着这汤，我想喝一大碗。现在就想喝汤。不想吃东西，只想喝汤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喜欢喝汤。好啦，我们吃饭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，拜拜，再见。